喂，现在好了吧？现在好了吧？那你现在能不能听到我说话？我能听到你说话。可以。你刚刚是不是设置成按键说话了？没有，刚刚可能是 YY 什么东西没调好，所以听不到。能定制又笨憋。你是不是 YY 用的很少？没有啊，我 YY 不是我的问题，真的刚刚。搞原来搞半天是你听不到我说话是吧？刚开始我听见你讲话，后面听不到。做干死你！又一个。剑魔是高手。我从盐分和海水中冲刺。我刀。完了，我又被干吃了。直接带走三火刀。我现在推不完，坏了。我刚刚看见你上板被丸子单杀了。那不是我玩的，我表哥玩的。甩锅是吧？不是啊，有的时候我玩累了就让他玩一条命。你可能不懂我们男生之间的一条命。OK。哎呦，差点 Q 到我的对方员。杀他，先杀。啊？死！这还是假 A 两次。啊！这瞎子神仙 K 我头，不想玩了。都是队友，这人头你的我的不是很正常吗？放心，一会儿我又会 K 的。我交了闪现，他也交那个闪现，有点亏啊！我们两个人都交了这个闪现，我挂了点火的。我现在推不完，坏了。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渣子，坏了，要交闪。算了，交闪。这波只要要逼线推到塔里面去。不要以为我不在，你们就能安逸。嗯，吓老子一跳。要 Q 呀！没事，我已经到家了。就要来临了。他还 Q 我的，我已经到家了。一次转身得到的是一把匕首。前期打剑魔没什么办法。你天天都来传长。对，我一天不玩团长，我浑身难受啊。每天起床先玩一把团长，精神一下。比如说你谈了个女朋友，天天是这个女朋友，你不会腻吗？不会想再换一个？那不至于吧？有句话不是叫“家花不如野花香”吗？那有的人野花吃多了，他也想着家花，对吧？但很明显，我是一个非常抓鸡的男人，对吧？也能看得出来，从我玩这么多年团长，不玩别的英雄就能看得出来，对不对？我被压刀了。啊！我跟你讲这个，你跟我说你被压刀了，你是不是人呢？你是个人，我直接吃。我操！这暴龙抓我了，救命啊！我没技能了。我让你被压刀。割开的喉咙，刀不可再痛了。哎哎，差一丢丢。会不会玩啊？船长不带 TP 救妹妹，带点火。我开大了，别叫啊！我开大了。会不会玩呀？我灯开大了。啊！这个瞎子可以吧？我没来了，走。单杀，说话。你单杀不很正常吗？恐惧，点火，别 K 了，能不能给我个头？哎，不想玩了。哥。走喽。
他怎么能走这么快呀、啊？我尽力了，我零杠一杠五，别来我中路了，一个头都不给我。完了，借，胳膊也倒了。我也不会玩船长，你不知道带 TP 救我，你有对象不？没有对象我也不救你。不知道救妹妹。我一会把你兵全给你占。什么东西？没有。什么东西啊？我说下次一定救你。你说你要把我兵全脏了？没有啊，我说去中路帮你抓。两耳朵都听见了。我说去中路帮你抓。滚滚滚滚滚！不要来，烦死了。就来！我虽然失去了，我说瞎子，我没说你。我说的也是他。瞎子，烧吧！我操，三个人的瞎子没了。那你还不跑啊？不管 我怎么跑啊！我跑不掉了，救命！好杀，好杀！你们杀了他，别来了，求求你了。多火药，我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打到现在，我补了30刀。我操！我中栋楼怎么在摇啊？哥巴别吓我呀！我真在摇，进！我要把我别吓我呀！东西统统烧成渣。不想玩了。我操！船长，我挂机，你能不能带他们？没事，我随便洗，躺好就行。哦，那你的意思就是让我去挂机？我听懂了。那行，我挂你了。没摇了，没摇了，刚刚真摇了两下，摇了3秒左右。你在哪里啊？我在广东啊。广东会有地震吗？不知道啊。刚刚摇了两下，它不一定是地震，它有的是那个，不知道怎么跟你说，也不知道直播能不能说。原来对面寒冰是辅助，那 AD 能跑出能不能帮我杀一下这个光头啊？他打我，我现在去不了。什么时候能来？下把能不能带 TP 救我？不要，他船长差这点伤害不？主要我是点燃狗，我不带点燃，我怎么带点燃狗？我都跟这个流浪对不了线了，怎么办呀？你在后面先稳走，经验一会我吸你，等我起节奏你别急。看看有你真的有，你知道吗？看有你真的，我按错的给你买这个油。What the fuck？ 啊，有人贪死喽！这暴女伤害怎么这么高啊？暴女6-1，这把不会输了吧？你中的。我这把发育太差了。妈呀，这瞎子4-1，什么都不干。
拿那么多头，什么都不干，我讨厌你傻子。啊？快了，你们两个都要死。虾哥他没毛病，虾哥。我不行了。没事没事，这把输了也不赖你，我们中单是演员。不是因为看见 我想先空 Q 了。又一个，我看起来没太心吧。奥国坤吧，赶紧开先锋取一下节奏，拖太久了。大炮又来了，快跑！留个眼线在外面。我操，可惜他奶了一口，不然都是我的。远离杀戮了，他怎么不走位呀？没有走位就最好的走位吗？这光头怎么不走位？防御塔六层即将脱落，破防了，零杠三了。你不是急啊，你不是有六个助攻吗？两个助攻和一个人头啊，三杠三啊。给我吃一口。六个助攻，我感觉我真的差一下我没点技能了。飞到了暴女，暴女挡掉了。暴女小带。他节奏很快，你注意点。要时刻留心。不是，豹女不挡掉，那两个应该死了。豹女把那个他输掉了，把我大招吃掉了。我说了他会玩，不过他的输掉完，你知道再稳两手节奏，他过五分钟他就没用了。人人有份，大海没有记忆，但我有。那你经常剁碎他们的骨头。这不现在走，他蛮多钱的。我每次打中单都能打成辅助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不会留技能 K 人头吧？建模的人多了。有人被包饺子喽！差100块钱，操你！来中路，都给你吃，快来！哥们死了，吃不到了。掉下了，完蛋了，救命！你开火！我服了。不是、啊，他把我一丝血，这个瞎子把那个剑魔踢到我脸上。瞎哥没毛病，他想把人头给你。他这个剑魔没 Q 出来，Q 出来。或者平 A， 我 Q 出来我死了。
死亡把我吐了出来。上单吧，欺负零杠六了。我马上过来，我压后了。你等我一下，你看你能不能用大开。揭开，揭开，揭开，揭开。我没。揭大，揭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揭开就完事了，别等，揭开，揭开。人呢？人呢？这个绕后把我们都玩死了。好了吗？我交闪现了，我没交闪现了。哎，拿下了吗？没 K 到，没 K 到。我卡了。真的假？真卡假卡？你听我语气，像不像真的？真卡了，我的就是卡了，我学会了。等一下，我刚刚前面卡了三下，你知道我在哪吗？我在防空洞里，我在防空洞里跟你玩游戏，所以我玩的比较菜，因为防空洞信号不好。你猜我会不会信？那你猜我会不会信你？卡了几次？哎呦，找到了我的人，这里有小狗。好的，我没大啊。九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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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人救救我吗？啊啊！我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。救命啊！我们打旋风去了。我是逃跑大师。啥呀？太服了。又卡了吗？第一暴女。又卡了。谢谢。好。怎么办？这个流浪可不是我送的，我送的豹女。打我场子！哎呀！哎呀！进！把残忍带走。龙是不是没抢到？哎呦，没抢到！我得去大龙看一下，一会儿大龙丢了，有点可惜了。我的仇恨真心虚。憎恨是下带下路也不好带，打团又开不到，起不了节奏。又一个，更多火药，有闪了。
他们合不拢嘴。啊！啊啊！走走走走走！这个豹女这么会玩，怎么有人破防了呀？谁把？怎么有人破防了 ？nice！ 哎呦，我的好高的伤害呀、啊，没飙到我。啊、黑脸飙了一下，我以为他能救我。他们大龙去了，不过他们没打野。队友打五五才行，因为你放心开，你随便开，不要怕死，冲就行了。哦，有泰坦在，为什么要我先开啊？他未必会开，我指挥你，你一会开就行。我已经挂了。完全无意。对呀、啊，就这样冲啊。控制一下，控制一下。对，大大泡泡糖送的棒棒糖，谢谢你。谢谢老板，存起来当嫁妆。卢山不管吗？不管不管不管，我马上付。你去帮忙打龙，去帮忙打龙。好像打不了啊，豹女来了。比尔吉沃特。他怎么还只三百五？打不了就撤。豹女来了，这波。我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。哎呦，这豹女，他们接牌了，怎么办？那怎么是？我来了，你注意一下。我再搞个影魔刀就好了。更多火药，这就是比尔吉沃特的战士。孟哥，毛知道呢？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。当心闪耀的红！这是妖怪。你会否让他满掉你的蛋？不要以为我不在，你们就能安逸。你阿国家，会否让他阿夸点？把阿国给我。我拉面的，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用魔刀感觉就能活下来。来来来，准备开冲，准备开冲。我回家做个精神。OK。
哎，我天亮这套真的很不错。好，等等，我有金线了，可以。哎，他能死，能死两个。好处多了。来了，我的梦游。你要不要去找无限单挑？我感觉打不过你。不要，无限三件套我两件。他是 AD 啊。过去被寒冰R了一下，那我这样开不了，加个回去了，活了。被割开的早就无法再痛了。今天就不活了。有人在高地称霸王，你分我十个头好不好？我就十杠七了。分你十个头。对，你分我十个头，现在一杠七，你分我十个头，我就是十一杠七。你好，我会想。什么意思啊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分我十个头怎么了？过分吗？下次不愿意是吧？这都不愿意，哎。下次一定。开开开！直接开冲就完事了。你不冲是拿不到人头的。我冲了也拿不到人头，你伤害这么高，你去打过去。你看。你看，你又不开大招。我得把人头丢你嘴里，你就能吐出来。我想省个大呀，你都能直接秒他了，我为什么要开这个大？他这个暴雨不行吗？啊！给我双，没飞到，空大了，第二段。二档七的。我操！这也空。怎么能把他秒了啊？你看两个残血，一个没收到。没这能赖我？明显这不能赖我。